根据活动的消息来看到，迎接中华建国300周年的历史时刻，中华县政府哦，讲特别邀请到明华园的戏曲总团，以中华母亲河八宝船开垦的故事，全新来改编八宝船传奇的纪念大戏。讲这个9月29号要伫咧园林园演出，10月1号伫咧中华县立体育场演出，各业民众是爱把机会哦。八宝船传奇也未演到新轰动，透过情怀片段来提升当时这出戏的魅力。各位陈头家，我是来这看水路，啊，人伫咧讲，这个开船造皮是大工程，不是3冬5冬就做会好的呢。咱若无，咱就做合作来开船好无？县长王惠美表示，这出配合中华县建国300年大戏，是以中华母亲河八宝船开船过程改编，用戏剧来传达建船牺牲奉献的无名英雄，安怎同心协力为开澳水圳付出，完成这项让中华成为台湾美称的重大水利工程。那取材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流过18个乡镇，灌溉面积达到2.14万公顷的彰化母亲河八宝圳，那开采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哦，那我们来跟他做一下改编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一个角色，那象征着为我们建郡啊这一些牺牲奉献的无名英雄哦，那他们呢怎么样来同心协力把这个开凿这个水圳？明华园东家小生孙翠芳嘛讲，伊伫咧戏剧当中扮演当年开垦正治伊的徐世邦，这出戏不只是要让中华人看，佫较要让所有人看见中华。那我演的是徐世邦，哎，那这个祖先里面呢，哈，开垦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人，然后他也带着他的子子孙孙，伊的族人过来到罗溪家，特别开垦。那咱知影吼，刚开始大家不认识，所以会有很多的冲突。慢慢大家认识，互相了解，然后会把这个冲突呢，会降到最低。这出要演到新轰动的大戏，9月29号伫咧关林市的园林园，10月1号伫咧中华县立体育馆头一摆公演，要让观众更加大近感受传统戏剧艺术的震撼力。大众新闻，丁尚中华采访报道。